这边野区猴子如果被巨魔打先手的话是完全打不了的，直接开垦 AQAA。致命节奏拉满了要沙皇过来，哎呦这波，哎这永恩不是、啊、是这跟杀闪吗，死了呀，跟闪死了、啊、等原地、啊、等原地就行，克里特要了，克里特救兄弟，哎攒了个 Q3 一回来能 Q3 走吗，走不了，操作不了、啊、攻速不够、啊、巨魔前期太凶了，这敢贸然交易，巨魔一来他就走不了了、啊、这一波说上猴子自己走的话是能走的，对、啊、撑死撑死，交个闪交走吗，嗯，没有想到 kill， 嗯，对，而且这波这个俊家的柱子也是很贼，他这个柱子一直都留在手上，最后再用的，攒了个 Q 三，但是攻速不够 ，Q 三 Q 不出去，现在。两边的上中野都要往过靠了，感觉这波是一个关键团啊。嗯，下路也在往这靠，泽利来的稍微慢了一点，可能要抢了。哦，先转起来，哎，但是被推走了。不过杨这波又撞空了，配合有一点点乌龙，两边的配合都不是很理想。可以的，还是俊扎挺能打的，被转起来，这样个惩戒，哎，第三个，第三个还是被秒掉了。这边的话，龙也，先锋也要被格队的拿下来。这波很赚，交一个闪现过来，挂一个皮克斯，再配合自己的点燃，又杀掉了弗兰多。哇，这波炸了，感觉 Q 三吹吹起来，高闪，哎，俊家转起来，想留俊家，看俊家这边是有大的，但是被柱子立了一下，好像跟不上 ，K 好像没有想着跟伊尔的一个想法啊，现在跟伊尔，刚刚不跟，他被柱子卡了一下，刚才对对，那个柱子立的挺好的，那这波的话是浪费了一个大，通过大招给交了，哎，但是娜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波 Miko 直接走脸了，而且是反身的这个 RQ 的一套，还是不错的。这把 EPT 的下路必须得站出来，这个局面已经是、哎、先锋时间到了，直接再加放了，直接放时下路、啊。这个有点亏啊，这样的话镀层都吃不到，下路要被越啊，要打林伟翔，林伟翔要死了，林伟翔还一脸了这一波。这边俊家再拿两个头，这巨魔、哎、啊，俊家多 A 了一下 ，Miko 那边以为闪现也要死，后面有 T 啊。TP 来自于奥恩，但是杀得了吗、有疾跑，只能说先开疾跑，抓一下，抓闪闪现 ，OK。我发现他其实就是那种团队奉献型，他前期可能会照常刷，中期开始他就不刷野区，对。哎呀，这俩头没办法，让不了。这波如果 Viper 能拿两个头，感觉有点儿。翻盘的说法，但是巨魔拿两个头其实影响很小，对，而且团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。但现在打野位上俊家落后一整级，哇，直接动先锋，直接开动，摁动。凯南是没 TP 没闪现，那应该是放了，放不拉的这里。啊 ，Scott， 但是他偷是一方面，这边俊家绝食又是另一方面了。俊家真的是在中期不怎么刷野的，对。主要卢娜打这种连招，他是没有太多成本的，对，你最多狂风好来一波，对啊。就这个是最烂的地方，因为正面来说的话，有沙皇，有娜美，又来了一套沈佳琪，哎呦，这个盾是真多啊！僵持住了，奥恩这边挤一下中线，然后再过来，嗯，哎呦，这道的又被 Summit 电了一波，这波来了，哎，要开，奥恩这边先插一个假猴，但可惜这边血量自己挺低的，林敏翔开大招过来射俊家，俊家就闪现过墙。但那边的话也不太好追了，先打龙，千雷撤退，但是龙好像打不了了。哎，这边大杀，跳现在龙坑里面，他没有闪现的，跳不是特别能走了，还有点风，好他能走，但是龙这边感觉应该是留不下来。哎，后面有 EP 追 ，EP 想来波大的 ，Scout 这波把小航的闪打出来，小航这个位置是必输一了。被卖的，哎 ，Viper， 喂 ，Viper， 一个打三个，闪现拉开，小航在后面先死，林伟翔闪现 AQ， 这波 Viper 在干嘛 ？Viper 好像有点狂，那边小航是被收掉了，一个 AD 跟辅助的互换，但这个龙好像。方布拉也不太好争了吧，都没有技能了，只能说两边都有点子。哎，你别说 ，Summit 交 TP 了。哎，但真的 ，Summit 没大招，克利的没状态，克利的没状态 ，Summit 也没大呀。凯南没大的，一过来电一点电死了这边的 Miko， 哇，这边还在打，没大招的凯南也能开团 ，Friend 还下去了 ，Friend 想抢龙 ，Friend 想抢，他有惩戒，他有惩戒，他想去抢龙，隔墙输出1800，等一下，惩戒，冲上去了。盛强哥太累不了，盛强哥尽力了，都有点子啊。第一波说实话，永恩跟猴子的开团也有点吃，但是这一波是从后面三位的踢下来，这一波开始啊，这波地雷进场，一三个，一个 W 一个，奥恩也没撞到，
是的，但是范德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闪现下去要抢龙。这 summit 太猛了吧，这波这波想法很好。哎，这应该说兄弟帮一下帮一下，我有惩戒。但是奥恩好能打呀。是奥恩真能打。哇，这811，这龙 K 啊，他帮他打了一下。是的summit 现在全场经济最高，后续是 EDG 的双 C。哎，这边又来，够这个扫尾的，羊撞起来了，撞起来了，被杀掉吗？黄子双来杀掉了，可以的，先撞一波，想解围，但是这波打的依然是很焦灼。啊，这个位置真的挺夸张的感觉。Viper 一技能还撞墙了，这波。对，其实应该是早点死的，就是这个位置。狂风 ，AQ， 这回头被吸一口，有点遭不住。老可力的加入清兵，对，就是清波兵。他下一波有 TP 有闪现，感觉这一波。哎，有缺小找扫妹的要被包了，这个位置真不能清线啊，他踢不走，哎，扫妹只能原地反打，扫妹的原地反打有没有机会闪现进去？有兄弟，有兄弟，哎，但是先处理永恩的话，扫妹的能不能有机会呢？撞撞一下，没撞到永恩，闪现九三啊，空了，打空了，扫妹的还没出手，还在看，但是扫妹他能走吗？想来一想，回头电，虚弱，他没有电到人，这样被套了虚弱，扫妹他先被 Viper 给收掉。后面是 Lead 三能走吗？回头想要推，但没有推的特别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到头没有阵亡。而这边的 Clead， 是的，这个肯定要打龙了呀，你没有上野的，叫全力欧龙的话是欧的很快的，只能看帮他什么什么神奇抢龙。没大呀，下来又来吗？不敢，这样被打上去。李伟马上有 TP， 他 TP 到 F 六旁边，这个位置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有没有翔哥有没有什么 W 抢龙的说法？有没有说法 ？Kill 再交一段，一个大招又空了。这边抬回来，抬回来的是一个露露，双方直接互换。哎 ，Viper 死了。哎 ，Viper 死，但是双方是完成了一波 AD 的互换。Kill 还能打三，后面还有三米的三，二打三的一个局面。有沙兵啊，有沙兵，左边还是足够的。但是这龙打掉了，猴子来了，但是猴子没带。Kill 过来，又出来两次，有机会杀。凯南那边是收割了感觉，身上高起来也跑不掉。猴子这边还有下一个 E 吗 ？E 过来 Q 一下 ，A 一下。哦呦，卡住呀 ，KD 就很一般。有事他是真上啊，对。但是三来了，三来又是边。收集了，交了一个永恩，永恩先走不掉的，他交了一，在原地大招，这波有手法，但是没伤害，没队友能跟他呀。再看一下这波，上面的是怎么被开到的？他胆子有点大，每次在你面前把 E 都用了。这 Viper 脾气也不惯着，你什么情况？直接收集掉。他 E 上来点了两下，然后打出一个减速。兄弟走不掉了，哎呀，这 K 啊，这波杀了600块，那收集者给点钱，然后再玩。没关系，他有大招的。是，兄弟，你不如多吃一点，我大招直接放了算了。啊，现在只能用抢的激光来沐浴。左脚咬牙，叫后排。我一技能上一个两下，林伟强这边盾点出盾攻了。Care 这个位置 Q 三一用，那感觉有点够呛啊，这个位置。武神直接过来点，一技能一波大招，风神军天斩。没有给任何机会，换不掉啊！慢推，有没有眼位呀、啊？后面没有，真没有，我特意注意了很久。唯一像地图红着的东西，开始阵亡的 K 了。哎，三百了，三百的垫了一波，但这阵亡了，这都没开出来，虚弱也挂上了，没有反应很快，没有开出这个闪现大招，对啊，这一波就闪了，卡了个视野，然后又被照出来，然后。一想算了，哥就直接正面开吧，这差点就直接净化一劫，一个 QW 其实 Viper 就差点被秒的状态，很夸张他这个伤害，真的。而且 Summit 的搞不好他会踢龙坑里吗？我在想，应该不太敢吧。这边先打 K 啊 ，K 啊已经没血了，身上洗礼，洗死了。哎呦，这样的话，这个羊撞出来，撞露露也必须有闪现，但是林伟翔反射这个强穿激光也打得不错，这伤害，但是很难。哇，这石阳哥这个水狼看起来好有安全感呀。还一层盾，五大锤。哎，俊佳，这个位置探草丛了，回头吸一口肉啊，非常肉，直接秒了猴子。哎，露露也被吸死了，李伟翔被撞了一下，打断自己的一技能，盾攻出发，但是能走吗？赵传贤还是要死的，一波了。卢仙直接拿了一个 triple kill， 现在直接交 DP 去下路，下路有兵线的，但 Care 在下路去。这个想要清线，把这个中线给挂住，但是下路兵线很多啊。三美的来，三美的想拔，但三美的直接被秒了，金身再次没开出来，他金身又没开出来，中单交 TP 回子也没压卡，但是现在下路直接告破，没想到没有大龙，没有龙魂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波简简单单的开团，最后只剩下 Kia 一个人在泉水里面，没有办法阻挡 EDG 五个人。推掉自己的基地，那么恭喜 EDG 3-1
晋级到下一轮，而且这样的话他们至少手握一个。王牌，王牌，我就推中给压力了。猴子没蛋，猴子没蛋，我蛋了。先看九洞，先看九洞，九洞没闪，九洞没闪。保一下，有点危险。阿卡丽，可能打我。没有刀子 ，OK， 先走，先走，走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也拉开，你也拉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拉不出来吗？嗯 ，OK。我有 W 的，可以操作。最好的问题，我先。海南可以用操作。阿卡丽没闪的。我希望看。我有 W， 死了，死了。没闪，没闪，阿卡丽。可以操作，有重要，有重要，有重要。有重要啊 ！OK， 我有 W 的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拆拆拆拆，踢过来我们一波吧。可以可以，来来踢过来一波，可以来可以来，可以出来看看又开了，走力走力没闪的，走力吧走力没闪，走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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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打前排，慢点，走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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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走力走力走力 ，OK OK， 杀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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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推中一波，直接推中一波，我们追吧，刀仙我们追吧，杀了杀了杀 ，OK， 一波一波，漏了漏了。你们去追吧，我们一波了，我们就一波了。泽力没大了，泽力没大，对，泽力没大，你先过去卖吧。我先跟鳄鱼放眼吧。屋里有大的，再打大，要过去要过去。左边过去打架吧，打架吧。五千，五个都在正面，五个都在正面。龙给了打架，龙给了打架。哇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小龙，准备去小龙。我推中推中推中，这样去小龙。小龙三十秒，我们现在被我支持。看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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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。可以看可以看。看一下看一下，猴子没活到，猴子没活到。看猴子猴子猴子会死，猴子会死。看一下前面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一定没闪，可以接，可以接，可以接，鳄鱼也没闪，鳄鱼没闪，鳄鱼没闪，鳄鱼没意，没闪，没意。心到了，对，这边，哦，没有闪，可以接，交闪了，可以接，我在后面，他有金身，OK， 下路一波吗？下路一波吗？你过来，来把他冲了，把他冲了。别看中路线，别看中路线，别看中路线。啊，来，准备冲。你打他，打 ，nice。对啊 ，nice！ 这个人把他赶走。有官方卡一下，我有。永恩不在。我有一。来看一下，看猴子。我有大，看一下。慢点，这位置永恩不在，永恩不在，可以看，可以看，永恩不在的。看猴子，永恩不在，永恩在后面。动吧。可以冲，可以冲，泽利，泽利，泽利。推中一波。注意凯南，注意凯南。凯南有闪，推中一波。去中吧。下路中线来了，下吧，我们去下。下路你闪现被开啊！没事，没人。往下走。嗯，去下，去下。准备，我准备上了。我一两秒。给我。一秒。闪现给你。OK。踢了，永恩。嗯，一波。下路，不让他清兵。不让他清兵，没闪的。小心 LA。嗯，我有虚弱，没关系，一波吧。OK。Nice。